后壁去探江加淡马台南市嘉义县六乡镇59钟头廖景，伫11月23号来起驾。11月25号，廖景队伍要来进入嘉义县的鹿草乡水上乡，伫个北庄溪的南边，黄玉庭市长含着桂信良议长特别赶来参加，一路要来背着加淡马行过北庄溪桥，将香交到嘉义县长汪章良的手中。今仔等下要进行的仪式是台南市长啊来率领啊咱这边的所有民意代表，甲咱遮所有乡庙啊行过北庄溪，啊离桥北这边有咱嘉义县的县长啊咱市长的这个孙礼这个乡啊要来交予咱的啊嘉义县的县长，啊咱过嘉义县的境内啊由县长来接乡。今仔啊加淡马安尼吼，会使讲非常无简单。安尼行过啊，遮侪钟头来保庇，大家拢当平安顺遂啊，风调雨顺，这是非常啊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啊，非常感谢，家人妈妈足感谢，咱足侪咱的信众大德，大家用行的来伴这个家人妈吼，我感觉这是恢复鼓励，啊嘛是表示咱信众虔诚的表示，啊伫家人妈只是讲爱用步行的这个啊。先地下，大家拢爱当来行到，非常感谢，感谢，再感谢。你伫北庄溪北边，王章良县长嘛已经伫遮等候。王县长讲，虽然台南市很多嘉义县无共县市，但是对着妈祖的信仰，大家拢是相共的。我想这是地方盛事哈，啊，因为59钟内底有咱啊嘉义鹿草桥水上，啊，所以咱电杆哈啊，这个遮尔啊久的这个啊绕境啊，啊，我想要表示对妈祖的敬意。包括对甲富万岁的敬意啊，啊来遮特别来迎接咱妈祖甲甲富万岁。安尼，庄阿叔乡先到咱台南市这边，遮个贵宾啊，咱甲哦啊交贵贺的啊，交交乡亲。来，啊恁个咱台南市的，哎，咱个一人一张，啊，咱要交。太阳宫加淡马的绕境活动总共是要行6天5暝138公里59钟头，除了祈求地方平安，也为疫情来祈福。